It's already started. Oh. We have a problem. Maybe go back and start again. I tried. No stop streaming. Would the Lord your son come out of compassion for the sake of assembly and all living? Please turn the wonderful Dharma wheel to teach and guide us how to end birth and death, to leave suffering and attain bliss, and quickly realize numbers. Gong qing da de shen ting. 为此发挥一切众生真正妙法轮调到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的 Homage to the blessed, noble, and perfectly enlightened one. Namo
南无萨旦陀苏切多耶阿拉诃帝三藐三菩陀伽。南无大阿耶达耶阿拉诃帝三藐三菩陀伽。Found and subtle and wonderful Dharma, the many eons. Now, we are about to fathom the common true and actual principles. Wu shang shen sheng wei miao fang.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佛菩萨、慧能大师、宣化上人、各位出家人、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好。今天是6月13号，2021年。我们聚集在庐山寺，继续讨论最后一章《六祖坛经》的最后一章。我们过去几个月一点都没有进展，我们到底在讲什么？真的吗？ 121. 不用担心呢，会搞错。他只是周末来。二组呢，已经有了二组，为什么要着急着教弟子，让他的弟子知道怎么样做呢？是不是有没有做过火？他已经有三四个七组，他已经认出来了，为什么要担心这个最后的嘱咐呢？因为他很在乎。网上的问题。Daniel 问：“南摩是什么意思？”南摩是一个很秘密的词。我皈依你的意思。他给这些弟子的原因是第一点，他可能他也许有点在乎他的弟子，我要走了，我把你们留下，但是我在乎，我在乎呢，通过给你这些弟子最后的嘱咐来展现我对你在乎。
这样子呢，你不会走错路。那么我的继承人，我教你们，这是我说的，这是我的解释，我的理解。有时候他们不懂我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你用我的教导，我的句子，在你修行的当中呢，作为一个指点。第三点很重要的，我们当时不在那里，但是在那里的人后，他担心他们，给他们特殊的指示。他这个指示非常巧妙，非常的有见解力。我也是非常的吃惊。当我坐在这里跟你们讲经，也发现了新的意义，也是呢在学习到新的东西。所以这是证据，这个开示的深度，大善知识开示的深度。我还在等，谢谢你。好，我们讲到哪里了？好，我们继续。我回到前面，我好喜欢的，但是我觉得够了。121页。Tell you, students of the way, apply efforts to make sure that at the gate of the great vehicle you not grasp the wisdom of birth and death. 抱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莫于大圣门，却执生死志。这是六祖给你的提示。他说啊，如果你觉得自己呢是学道人，意思是说呢，如果你学到要开悟，那个随便听听的人，哦，我喜欢。这星期天晚上一个不错的享受海边之后，这个道场终于开冷气了。我们出汗一下午，道场的人一点都没有慈悲心。如果跟三宝做49天，就不会堕恶道。任何出家人都可以吗？做什么？任何受具足戒的和尚做49天法事，这个王者都不会堕三恶道，是吗？在生死之间，你死后呢？就有一个新的身体在出生，这是佛教的对生的观念。我们死了并不是结束，只是下一段的旅程而已。那么有一个轮回，我们在无始劫以来一直都在轮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呢很会轮。那么在这个生与死这个转接处有49天，通常要49天，这样我们有足够的机会可以呢为下一段旅程呢。做更好的准备。佛教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我强烈建议，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你可以请求出家师父为你和你心爱的人做49天，不管你是什么宗教，摩门、基督教、天主教。那么出家人呢在道场帮你呢造福，所以他们为你的下一生来提供这个福报，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非常的有见解力的。佛呢把这个建议给了每个人。如果你不是佛教徒，你又不信也没关系，但是如果是真的呢，是一个好的保险，万一我那边有什么不对呢，我的宗教信仰，我的宗教追求，我强烈推荐。所以呢，这个死者或者家人同意不同意都没关系，福报就是福报，好像别人给你钱存到你的银行账号里，在你的名下是你的。所以呢是很管用的。那么问题是呢，佛教的讲法是呢，你不堕到恶道，不堕地狱。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苦，如果你觉得你现世有很多的苦，那你还没见到啥呢？所以佛教徒呢，所以呢出家人呢，为他们的随众做很好的福报。那如果出家人做这个法事，可以确保这个死者一定不堕三恶道吗？你们觉得呢？你的智慧如何？啊，你们很激动。大家有什么建议？我们可以开始呢，扔学习扔话筒，就会很酷。可以听到我讲吗？我觉得可能要看这个出家人修行的程度，这是我猜的。当然，这是。这是基本常识，在生活当中有谁可以给你任何的保证吗？有任何的保证吗？很明显
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方法，有同样的效果。当然呢，就和你一样，好像你有不同的程度的薪水，不同的进账一样，那么出家人做这些服务的时候，造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福报，你要有一定程度的福报，才可以避免堕恶道。如果这个出家人做不到，那算你倒霉，你就会堕。这是一。二呢？你有七个星期，出家人不告诉你。你有七个星期，你死后七个星期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你很不舒服，又饿又渴又冷又怕，七个星期四十九天是无量的时间对你来说。平等清净说，为死者吃斋四十九天有什么好处？减少你在身体里面加在摄毒，让你心情更好。那么对死者的帮助呢？在这个四十九天当中，并不仅仅是不吃肉，没有肉，没有鱼，或者是海鲜、龙虾、贝、扇贝，我很容易分神的。但是在这个四十九天当中，任何善行都会造福。不管是不吃鱼肉，那是呢不杀生，那个在杀生的这个圈子当中呢退出来不吃肉，这个呢就是造功德造福。为此呢你会造福，当你把这个福呢回向给过世的人，加到他的 正的这个账这边。三点忘记了，那算你倒霉，活该，谁让你打扰我，下次我记得的话呢我再告诉你。跟你讲，我是一个很脆弱的人，如果你要我身上找定力，你应该要你就要去别的地方。如果你我们回到122页，如果呢你要修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修的，提醒你们一下，如果你想进步，有些人不愿意说啊，我不愿意修行。但是修行呢有很多方面的，有的人修行为了改善健康，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的呢想改善人际关系，跟家人关系，他们心特别是跟他们心爱的人，有的呢修行想变得更聪明，可以变得更聪明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学道人，
这个道呢是通往涅槃的道，在这个道上，当你走在这个道上，很多好事会在你身上发生。请不要卡，特别是你们西方人，不要卡在概念上，不要卡在亚洲这个词，修行这个词上面。修行在我看来，至少呢是灵性上的这个健身房，你去锻炼你的二头肌、三头肌，这是非常实在的。对不起，亚洲人看我呢是反宗教。如果你有此需要，要进步，那么你该怎么做呢？你要用力，要努力。这里呢，这就是他的智慧。对不起，出家人，很多人看出家人的生活是舒适，会被照顾，安全，有保护之类。对我们学道人来说，我们要努力。这是我们的生活风格。在海边有个道场也没差。做个烧烤也不错，但是一定要用功，并不是一切时候。他说你们学道人要努力。为什么今天过去一个月我们做什么？我们努力，我们辟谷，这是努力。早上三点起床，这是努力。这是大乘的智慧，我们要努力。如果我们想学到，不要舒服。如果你要进步，如果你去那个健身房，你浑身酸，这个叫努力。为什么你觉得你去健身房你要努力锻炼肌肉，你来道场就可以休息？我不懂。如果你到道场来又不努力，那就只是个社交道场。我有好消息，我听说宝山寺两个人有见到，见到我呢，在宝山寺旁边建新的道场。这两个人相互不认识，没有串通。你们听到了吗？让我跟你们翻译。我要确保你们没有听错。在宝山寺，两个人有不同的预见。讲预见呢，是因为他们开天眼，可以看到将来。这是天眼，我希望你们可以开天眼。
这样你们可以看到呢，下一个乐透中奖号码就很酷了。有没有谁看到我在维加斯拉那个老虎机？请你告诉我这个号码，那个老虎机号码，那个地址。有几个人呢？他有两个人，他们不认识的。我们的贤安师傅，我呢要把他提升为比，快快的给他提升为比丘尼。我很容易可以受惠的。看到贤安呢在造道场，贤安大道场还是小道场？不知道，要看他们。但是他们看到我在海边很好风景的地方，只有好风景吗？我跟他们，他们不在吗？我，他们今天不在。那不管了。如果呢，你可以帮我建新道场，我就给你升级到比丘尼，做不做？交易成交吗？你要努力。这个七后面的，七后面的。七的背后呢，是你要不断的努力，再努力。你不做九天，做十八天，继续努力。那个对努力的执着怎么办？有时候我自豪自己是的。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看呢，谁有能力？这个问题越来越难回答了。我的建议是不容易，也不会很快。你要寻找成就在苦痛和努力当中寻找成就。我第一次盘坐双盘，这是个成就。但是刚开始呢，我即使打单盘我都很开心。打单盘呢比双盘其实更难，所以我的建议是找到成就。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觉得你成就的最小，其实你成就的最多那一天。很好。有没有别人？你只有这点智慧没了。讲得不错，但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善知识是如何教导你的。我没有足够的福报可以直接跟他们学。
我看大家进步，他们过去十五年不断努力。所以我的回答是呢，可能呢不是很常规，但是我的解释是呢，不正统的解释是呢，我并没有参与传统的训练，没有坐在六祖的道场几年听六祖讲你如何学这个正道，所以呢请容忍。那个网上的回答 Daniel 说呢，继续努力不要放弃。所以这个努力是大乘修行的秘密。学道人122页，学道人是指修大乘的人。如我所说呢，不单单是学道人，而是任何呢想要证得一个很难达成的这个目标，这个道呢是很有回报，很难，很有挑战的，它是很崇高的，很有利益的，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高尚的。所有呢你有这些志向就需要努力，努力是指说呢不要卡在成功上，不要那么小心眼。这是非常典型的现代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说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不再有这样的老师了，像慧能大师这样的。过去如果你可以去慧能大师的道场住在那里，在道场如果允许你住在那里，在那里做学道人，你在那里呢做日常，做那里的日常就已经是努力了。你不能看努力说呢是丈量有一个一定的数字或者一定的量，不一定是这样。很多情况下人们呢十年努力，但是呢还只是慢慢的呢进展很慢。有些人呢，我最近看到他们几个星期，这个人在短短几个星期从奥果罗汉跑到三果罗汉，但是在那之前花了十年时间慢慢铺路，参加了很多期，到处参加期，也不成功。你不用担心，你不能说我这样子做，有什么可以丈量吗？我所做的这个成果。那么你努力呢，最后呢就会给你大成就，最终会得到。所以答案是
you don't worry about the results. 不要担心成果，你只要担心努力。你努力够了吗？有没有放弃？不要那么的舒服。你不应该觉得舒服。如果你觉得舒服，就要更进一步努力。舒服是死亡，舒服是衰败。Retirement is no. 退休是涅槃，不是退休是为败者。No, I take it back. 啊，我要收回来。Unless you are in the sixties. 除非你六十岁，六十多。我的重点是说，你有这位大善导师。他看着你的培养，你的发展，你的训练，你只要跟着就好，最终你就会看到。如果他训练你说你做这个做那个，可以，你一定呢可以成功，这就不是训练了。那这个顿教的这个性质呢？有时候要很久，你才有足够的加速度可以跳跃。小成人呢，他们不能跳，他们只能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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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步，好像世间人。世间人呢，要看到这一步一步。大乘呢，我们慢慢，我们默默的，这个产生加速度，某一天呢，你就跳了。我非常的高兴看到有的人呢进步，不单单只是那一个人，其他人也进步。如是说呢，暗示正如六祖这里，你有一位善知识看着你的成长，好像你去净土，阿弥陀佛亲自关照你的进步，不用担心自己的成功。在我们世界不用，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标准，我们有这个标准，你没有。老师有他们自己的钥匙，有他们自己的标准，你不懂。那么呢，这也是信的一部分。这个人呢，他最近进步的这个人，他找到了信仰。我不知道他相不相信我，但是这是唯一的一个最大的改变，他不再想呢。我不知道，我不确定。这个疫苗，这些人要杀掉我们这些疫苗人，有那个疑，有这些疑。帮到你吗？宝山寺，请讲。师父，这个人的名字是 D 开始吗？不关你的事。很酷的。恭喜你，这位匿名的人，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Okay? Anyone else? 有没有别人 okay, so you apply efforts. That's your job. Okay? That's all you do. You don't sit there and worry, ooh, why is it taking so long for me? 你不坐在那里说，哎，为什么花了我这么多时间？为什么别人这么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我给你个例子。我可以给你们讲另一外人，我知道你们，我知道你们要闲扯，是个他，所以我们到场二分之三的人都去掉。这是最近，那么他在哪里？有一些侦探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让我很高兴的这个好事，后面在睡觉的那位女士，她来我的道场庐山寺已经很多年了。我们经历了这个，即使没人来，她星期天早上呢还是会来站在后面做那个净土，她就坐在后面最后一排，这样子呢没人可以更远。他们说呢这是个不好的道场，他是个坏和尚。我不管，我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来，我就是来念佛名，我就是来这里修行，我就来这里打坐，我就在来这里做忏悔。不管你说你说你的好了，他不管一切的这个谣言，他也不管谁开悟谁没开悟，谁好谁坏。我甚至没有指点过他。他说，师父，我不懂很多，但是你要教我怎么做。我说，你有多少钱？我给他了一点点的开示，他呢就不断慢慢慢慢慢慢，他就进步。那么我无视他，因为他的态度是呢不要管我，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安静，非常非常的低调。我也没有教他。没有教他怎么打坐，没有教他如何念佛名。他自己呢，证得一果阿罗汉了。是不是很酷？就这样，懂吗？他不坐在那里说，他没有不会坐在那里说我进步了吗？我进步了吗？为什么这么慢？为什么这么慢？为什么别人我周围的人都进步，我不进步？为什么这是很大不了的一件事？那个在家人证得一果阿罗汉，为什么我要把他说那么大？你们要不要知道为什么？我才不告诉你呢，今天不讲。今天太热，你们开空调太晚。Venerable Xin Jie. Tears of joy. Venerable Xin Ren. I can't hear her. I'm sorry,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她说不知道你在讲什么。But she confided. In some cases she says, Well, today,
今天六祖坛经，他讲的真好，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听上去真讲的真好。不要问我他讲什么了，但听上去还不错。你看他不是很懂，因为你懂不懂根本没关系。这是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一旦你证得出果，这叫入流。入流是出果阿罗汉的另一个名字，是入圣贤之流。你入这个流，它你都不需要做什么，这个流呢就会带着你。真的，你什么都不用做 ，Brady， 不用再提举重，它带着你，沿着这个流啊，来自动的进步。你从一果到二果、三果、四果，自然而然会进步。即使你不想进步也没辙。我们就笑到最后，有的是，有的是。基督徒到我们道场来，我们希望他证得出果阿罗汉，这样子我们笑到最后。那么再准确的说，如果你是出果，我认识的这个柬埔寨的这个在 CTTB 认识这个柬埔寨的和尚，他过世了，跑到天堂上。他去了天堂，因为他是出果阿罗汉，他会回来到人间七次往返，七次在人间做人，七次天上人间，七次第七次。懂吗？是不是很酷？这自然的。即使我不喜欢你也没关系。你会证得四果阿罗汉，如果你回到天上人间的往返七次就会证得。Daniel 问：天主教徒怎么可以证得天主？怎么可以证得阿罗汉？我们可以怎么跟我们朋友讲？有很多的想法。他先要做佛教徒，很好。我也这么想。回答是。我们知道，不告诉你。我准备好这么多台词都是为他。我发现这道墙很大，在海边。有没有时间？2021年吗？让我去研究研究2022年。你是这个建筑
建筑联系呢？你是这个？我是管理员。我非常自豪，你不要过早放弃。我会是很有意思，因为某些原因呢，大家觉得非常的自在。他们可以讲，我看到这个，我看到那个，哎，你也看到了，很奇怪的。我们道场很多分子。讲到哪了？ Okay, so you first stage Arhat. 你出过阿罗汉。Guarantee, okay? 有保证。When you get back the human realm. 当你七次往返，你回到人间，第七次回到人间，就会变成四果阿罗汉，所以呢很重要。如果你是二果阿罗汉，往返一次就够，证得四果。四果阿罗汉呢是个很酷，是还蛮酷的一件事。我们呢也有一些，我就非常的激动。好，我们要不要离题。然后三果阿罗汉去天上天堂，天堂证得四果罗汉就不回来了。那四果阿罗汉呢？不知道。你这四果罗汉你还要什么？够了吧。因此呢非常的重要。如果你遇到法，比方说 Daniel 和之类，你证得出果阿罗汉，你就入流了，会带你到很好的地方，很美的，看到没？所以你们入自备弟子就要如是做。我希望你们所有入自备的弟子，那些不是入自备的弟子我不管你，入自备弟子，我希望你们很多人呢至少要证得出果阿罗汉，这个很酷的，真的，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宝山寺所有人都说呢，你证得阿罗汉，跑到师父的道场去刷洗手间，也要努力哦。Okay, very good. 很好。Do you apply efforts? 努力。努力。Okay, I want you to remember this. 我要你记得。English word, apply efforts, 我不懂英文努力，但是我懂得努力，因为越南有同样的话 no 了。努力 here is key here. 努力是关键。Really make the effort. 努力是说你真的要使劲。That's a different. You know, like when you're pumping irons, 好像你在举重，这是最后的几个。那个肌肉呢，就是很酸痛的时候的，肌肉发烫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你看那个国界的南边，我们舒适。啊，海边。But if you are still in the way, 努力。但是如果你是学道人。就要努力，清楚了吗？你看，不应该要舒服。That right there is what will create the desired effects for you. 这个努力啊。That's all we have to worry about. He says here, apply efforts. You don't worry about when am I going to be successful? Why are they successful? I'm not.你不管你成就不成就，
不管你要去哪里。你们很多人，我不敢当面跟你们说。但是呢，没人喜欢好人的。你一定要努力，知道吗？这样子呢，你可以入出国的流，可以入这个很美妙的流。好像是开那个卡丁车。需用意，需用意。用意呢是。用意 here is will yourself。用意是英文翻译是 will yourself。用意是指用你的毅力。Okay. You want to become millionaire? Millionaire school? 你要做百万富翁，有个百万富翁学校教你吗？你要用意。Otherwise, you're not gonna make it. 不然你就挣不到。Okay. You just will yourself. You don't look at results. Okay. And the results will come.Questions, comments. This is very powerful. 结果自然会来。这是大乘的智慧。Yes, sir. It skips a few steps, but if you get to the point, this is 跳了几步，但是。但是你到这个努力的这个点上。然后再用意做。That's what he's talking about. Orange. Thank you. Yes, orange. Thank you, sir. Again, from my experience, 我的经历。How does one recognize that one is truly willing? I feel like.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用意？我在打坐需要时间，才可以感受到我真的在用意。但是这是不是太多的检验呢？追随只是不要试着懂太多。你们聪明人，有智力的人，是试着理解很多不需要懂的。你要做的更多。要努力，你要更努力，直到呢精疲力尽，然后呢用意再更再你努力，然后用意呢再更努力，你要把自己推到极限，开始呢这个要你觉得要放弃了，你知道我所说的对不对？你在举重那个最后一个第十九个，你要做二十个，十九的时候这个记录都烧起来，你努力到十九下，然后呢你再用意忘掉那个痛，因为如果你专注在这个痛上，那你就把自己的意呢用到放弃这个上面了。我们从举重这里学这个小诀窍。如果你可以举重，你应该很容易可以开悟的。不好玩是不是？这个真是个弱者。Eat more, Joseph, so that you can do
吃多一点才可以有二头肌。这个是非常美妙的，听上去好简单是不是？但是有这些秘密的提示，你努力在用意。我跟你们呢在努力，你要不断的推推再推，用意要用你的意念拒绝接受你的极限，你不要卡在熟悉的事情上。运动员有个方法，他们观想那个成功的那时候，不论是网球、滑雪也好，他们把他们的心可以，他们的脑可以用来观想成就的那一刻，帮助他们的成就。很好，我听说网球明星这个冠军会如是说，他们讲他们的运动的心理，是他们会想象他们的成功，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痛。很管用，但是我尊重这个运动心理学，但是非常局限，就是局限在他们的想象力当中，他们只能想象这么多。那么在他们的想象当中，他们又怀疑这个不错，我梦想着这一点，但是还不能做美国的第一冠军，所以疑慢慢的就进来。那么运动心理学呢，尊重你们，我尊重你们专业人士，只是呢卖给你们冠军有时候成功的故事。每个人都如是做，但是没有跟你解释大部分人试这个方法呢都失败了。我说的懂吗？我是一个专业的打坐的老师。你把自己放在这个想象的世界当中，说我自己是冠军。我负责造两个很美丽的大道场在海边。这是幻想，请给我地址，请给我城市的名字，海边的照片让我可以认出来在哪里。我的122页。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呢，我有点偏执。你努力，你呢要做举20下，不是10下，这是努力。如果你用这些英文翻译也可以，但是我也没有更好的翻译，除非呢你能想到什么更好的翻译。我英文不够好，你努力。第19下，20下，你要忘记这个燃烧的这个痛，你不想象成功，你就不想这个燃烧的这个痛，
你能做的比想象 成功的好的好更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非常深度，不然你就念四句偈啊，努力。但是这当中涵盖的这个无量智慧，非常美丽的用很简单的词语展现出来，所以翻译呢，不可能把一切都涵盖，一切深度都涵盖到。所以他这个中文汉语啊，有不同的意义，要一个正常人呢来解释。我现在开中国人玩笑，请讲喂。墨鱼大圣门。墨鱼大圣门。When you arrive at the gate of the great vehicle, 确保你在大圣门前。Let's make a deal. 我们交易，不要强迫我。Embellish the English here, because I can't. I'm too limited. Too close.我那个语言没有语言天赋。在大乘门，请不要叫我修饰这个英文，我英文不够好，文字不够好。Do not grasp at the wisdom of birth and death. Why do you understand everything? 为什么这样看我？你以为我什么都懂啊？给我那么多压力。继续继续。What does he mean?什么意思？我说我不知道，跟你一样。让我们继续看你懂不懂，看我们能不能搞清楚，因为我不懂。他说呢，报相似。师父，这个中文是不是英文是不是漏了个字？应该还有一个意思，在执之前，确执生死执。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但是感觉是不要回头抓，你就直走，不是，我也不知道。To me, he says, the connotation here, I'd rather wait until to see more before I commit to how I explain it to you. Okay? Because I'm not sure if I'm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I'm already doing it all this time, okay? 然后发现呢，我自己只是在，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冒险那么多。我不愿意不自量力。Here's what happens. When you're at the gate of Mahayana, 当你在大乘门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有个概念在哪里，但是我不要冒险。你不知道在哪里，不管在哪里。有人会跟你说，
你在大乘门口，我们就只要知道这些。我们不需要知道一切，只有这些就够。当你在大乘门的时候，确知生死智。你在大乘门了。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你有这个，你会有生死智，你会有那个时候，你就会有生死智。那个时候，你有一些智慧，有一些内在智，啊，那个你自己会有生死智，并不是我跟你讲的四十九天、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之类之类。你自己有这个智慧，这是这里暗示的。我不需要懂中文来懂得这一点。在那个时候，你有一些智慧，这个智慧是关生死的。是 Billy， 你会有智慧。那个时候，尽管你有智慧，不要执着。这个却是那个意思。尽管你有这个智慧，不要抓。尽管你懂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比以前更会赚，不要执着。不要去利用那个，不要去利用。为什么？让我们来猜一猜。为什么不要？你有这个特别的知识，让你更棒，比一般人更棒。不要执着那个智慧。为什么？你对这个智力的执着，我猜呢是会障碍你大乘的进度。我那个知识可能是非常的特别，我的猜想是净土，但是只是小利。不要抓，不要用。你干嘛要这样看着我笑？我大乘，你小乘。不要在小乘这样子笑大乘。123页。If there is response at both words, then let us discuss the Buddhist meaning together. If there is no response, join your hands together and make others glad. 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意。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我又不知道自己在干嘛。124页。If the response at my words, Vivasgata is four sentences.If the response is that bad, but you see it has some responses, some insights, okay. Then let us discuss the Buddha's meaning together. 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意，那你就有智慧。I would like to talk to you. 我要跟你讲话。Okay. It would not be waste my time to talk to you. 我不要。Okay. 我要跟你讲话，因为你有智慧。
但是如果落实不相应，Join your hands together and make others glad. Does it say that? Anyone has any clues? 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猜到什么吗？ You can help me. 你可以帮我的哦。I have to deliver all the time. 不需要一直我来讲，这也是你的经。I can't see the color. Orange to the rescue. Does it mean that if there isn't a response with sudden enlightenment, then 如果没有顿悟的相应也可以，你就合掌对他人慈善就好。有没有别人？谢谢师父。我的理解是，如果你这样子教某人，他们的正面的回应，这是一个适合的人一起讨论佛的意义。如果你跟他们解释这个法，如果他不懂，那这是个时候呢，你就合掌修和尚。在第二个情况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和长对他人和善，你修慈悲谦卑，那么一定可以帮你进步。Long Beach is what China lost its way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n? Seriously, let me explain to you in Chinese. 让我用中文来跟你解释中文的意思，不要再这样子令自己高兴。Okay, it's the response when you do something, you pray to one year. 相应是当你跟观音祈求有钱的时候，你得到一些钱，那就相应。相呢是跟你，应呢是回应你。如果你追随这个话，你努力，你有一些感应，你想要的，这就是相应。中国人懂吗？同意吗？我的越南人解释跟中国人解释中文，我们的道场就是蠢成这样。中国人还觉得高兴。济公论佛意，那个时候呢，你在你的角度呢就有见解力，你就会说，你是我这样子做的时候，这是我怎么样证得的。不是这个观想成就，而是把自己放空，不专注在我的苦上，这是一种把自己放空，而不是把自己呢困在自己成功的这个想象当中。I could disagree
我不同意这个基准，但是要成就这个观想想象的成就，有很多微细的一步一步。师父讲的例子，这个举重的例子，你要做举十下250磅的，那个第十个比你昨天或者前天做的多一个，所以在某些时候呢，你会遇到这个更多的痛，你需要逐渐到那里，这是，然后呢，在正到那里要成就，所以呢，你需要有一步一步的。只有我们举重的人才懂，其他的人都无聊。San Diego 同意吗？Give her a microphone. We get free advice. I think there's a limitation. 我觉得是有限制的。观想很棒，是个工具。但是我们讲这个程度的成就，不能依靠我们现在有的心到达那里。很好，那是重点。所以我不喜欢观想，因为呢，它限制你。这是自我局限。如果你用你的心，就是自我局限。比方说网球运动员想象自己这个很能打球，但是其实呢，他另一个技能又不好，所以呢，用想象力就是非常有局限性的。谢谢。我自己的问题。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预见之类。我觉得有时候呢，它障碍我进步。我会想，哎，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有这个能力。我就意识到呢，我需要把它丢到一边，我要把它扔掉，放到一边，做我需要做的工作，把它放在一个抽屉里，因为没有帮到我。只是追随给你的指示就好。让我回到这个教育中国人。第三句，落实不相应。如果我说你正得出国，但是你说，哎，我什么都没感觉到，那对你来说不是正的，对我来说呢，你不感恩。但是这不是我要讲的。落实不相应，如果事实上没有回应。合掌
losers. 合掌是要尊重一切人，不管是输也好，赢也好。Spies. Okay. Do you respect them? Put your palms together. I respect you. I'm very respectful. 你还是要合掌，我还是尊重你。I do things when I respect you. 当我尊重你的时候。My purpose is to.我的目的是让你生活欢喜，你要尊重，要修和善，这不是为你。我的指示不是为了你，不单单是为了你，懂吗？这里很困难，但是中国人呢，这个很温和的方法来教，我们西方人呢比较粗糙。你要尊重，这不关你的事。你要学着对他人和善，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你要尊重，和善。不要总是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这不是大乘。当然，间谍就不管，不算。我好累啊，又饿。Mary 就讲得很好，说观想不好用，这个心态不行，观想不舒服，没有很多事情。Anyone else? Thank you, your words of wisdom. 谢谢你的智慧之言。Seriously, it's a good thing you forced me to make a guesses about. You know, 你强迫我呢？强迫我。讲那个落实不相应和掌令欢喜很高兴呢，他没有细讲，我是非常的不安的。你要仔细听。他说，当你修行的时候，不看到结果。我修行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什么感觉都没有。对你来说，这个事实是没有感应。还是要合掌修和善，这是大乘。你的时候会来的，跟你保证，你的时候会来的。中国人不想跟西方人说你的时间会来的，他说你就让他人欢喜就好。你要开心啊，因为你在从心理医生那里得到免费咨询，免费建议。
好，谢谢你们。好，接下去。我们好吗了吗？可以继续了吗？125页。Text. The basis of this school is non-contention. No topic. Contention is not the will of the way. For in grasping at the Dhamma doors of contradiction and contention, the self nature enters birth and death. 此中本无真，真即失道义，执逆真法门，自信入生死。126页。The basis of our school, this school, is. 此中本无真。Is non-contention. Okay, that's what Master Xinhua teaches us. First principle. Look at yourself.宣化上人第一个宗旨，你看自己真不真，怎么样把宗旨使在自己身上，不要说你是维养三代，为什么你真，不关你的事，你只要问自己，我是三代，为什么我真。That's Master Xuanhua's interpretation of this doctrine. 这是宣化上人对这个对此中的解释。祖师如是做，真即是道义。No. 不对。No. I disagree with translation. 我不同意。Korean, you can jump in too. Unless Korean translation is no good. You Chinese or you? 你是中国人还是你中国人回答还是我打中国人？ Okay, give him a chance anyway. 让他试一下。让中国人考虑考虑。Contention, so 真即是道义。If you're fighting that immediately, 如果你真， you run away, 你就跑掉。You go into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e wrong way on the traffic, on the freeway. Yeah, I suppose.Okay, okay, I changed my Chinese as well. So I made a mistake. 你可以。好，我改变意思了。Contention itself. 真。Okay.Contention immediately makes you lose the mind of the 道义是道心。E here Chinese translated to will, yes. E 呢翻成 will 是对的，但是这里呢是指心。是超越这个意愿。懂得道的这个心，这个意，道心。道心不够。道义在中文更有意义。应该是英文翻成 mind of the way。The willing mind of the way, if you will. Okay?
problem, then you disagree. Yes, sir.争和争辩论有什么区别？争是用心来争，这是基础。争论是你用，因为你用心来争，你把它翻成言语，你把你争的这个心。从口头的争辩上面翻出来，翻译出来。当你争辩的时候，辩论的时候，是有输赢的。辩论是要赢。你要通过他人的牺牲呢，来赢。这是我对辩论的理解。So that's why as Mahayana Buddhist, the true Mahayana Buddhist in my mind, 真正的大乘 because it's contention. It starts with contention in your mind. 那么真正的大乘人不会辩论。因为呢，你先要有一个心理上的有一个争。You contend, then at that very moment that you have a mind of contention, you open your mouth and disagree. 你张嘴不同意。You lost the mind of the way. 就失去了道义。你的道已经失了。Efforts, whatever. 不管你用什么努力。不管你有什么意念，你用什么来，不管你用什么意愿来修行，都失去了，综合了。所以就这么样子的。To me, the G here is it's so dramatic. It's like you chop someone's head off. You cut someone's head off. 这个 G 有一个 G here. 有一个很着急，这是你直接把头砍掉。我承认我有一些暴力，但是你有这个心，你的头在这里是为了让你修道。但是在急的那一刻，不管他们砍人家的头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我不推荐你们这样子做。但是那种的暴力，当你争的时候。医生同意吗？不要讲我这个暴力的倾向。中文是很美妙的，非常的美妙。我告诉你。我要把它跟你们讲成呢，这个很暴力的一个图像，因为就是这个意思。这里面的。你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个你就一下一切都失去了。师父，我没有看到暴力，所以这个翻译的问题就在如此。真不是道义。不够易，太弱，太软，所以我给你这个暴力呢，让你
the image of sudden enlightenment. When you say something, that's that qi right there. Suddenly, when you have the condenser, then the opposite happens. You suddenly fall into something else. That's what.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忽然就落到一个哈，这个开悟的反面。我正在考量呢，他是要帮我呢，还是要再被我戳一刀？这我当然开玩笑，你很特别，我非常爱你。你真的是爱我呢，还是恨我？我不能告诉你，不能讲事实。TG 十三。This is beautiful. The Chinese is so beautiful, and somehow it's really watered down tremendously when it came to English. Okay. Hey, see the girl is getting excited too. 你看这小女孩激动了。她也激动。I know you don't believe me.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但是你有这个强烈的感情，她会反应的。我同意。三点，三行，执逆真法门。中国人帮我。你们同意这个翻译吗？可以，我觉得是其他，但是这个可以。我有下其他一个角度，但是这个也可以。So it says, for in grasping the doors of contradiction, 执逆真法门。Meaning that if you insist, 如果你坚持 disagreeing, 不同意 excuse me, then fighting, 继续争。If that's what your inclinations are,如果你有这个趋向，你矛盾，我尊重的不同意，你吵，不同意，这个是逆。如果你坚持要吵。And you use these Dhamma doors, these various tools, these various tricks to fight, to argue, to debate, okay? To engage people into fighting, into debates. That's what he says. This is number three. That's what he says. So far, so good. This is our tendencies, especially for sures. 这是我们的倾向，特别是阿修罗，他们吵，不同意。第一张嘴就说我不同意，对吗？自信入生死。你呢会种这个生死的种子，非常深的，用一个就是很美的这个中文，所以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所以翻成英文呢，可以说是入生死。有很多的方法，都对。这是很花俏的中文，非常的美。有没有问题？
Filipino? Yes, Chicago. She's still fasting in Chicago? 还在辟谷吗? Day number? 七天。你最好不要停。什么时候回去？月底。继续辟谷。你有好处。没有讲，我在讲理论，没有讲你的生活。为什么总是要把你的生活带进来？这并不是你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我没有回答，但是你可以这样试一试。如果不可避免，你发现自己不同意，你跟你的同事、家人不同意，朋友、属下，你看老师现在又活了，他非常的在乎。你跟这些人不同意怎么办？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给他一个麦克风，免费的答案。注意听，这是磨砂，给你称量，让你向上。你要忍的这些困难啊，多美啊！圣地亚哥不是中国的这个影像，很美。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afflicted? 你烦恼的时候怎么办？ Someone you don't like comes near you. 你不喜欢的人跑到你身边怎么办？ What do you do? 怎么办？转身跑掉。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希望我再也不看到你。你怎么办？ Anyone else?讲得好，怎么办？真，你讲什么？你怎么才能不真？生活充满了真和矛盾。为了我的理解。就是说不要 对立，要理解自信吗？不是。他说不争不逆，因为对你没好处，因为你要入生死。你继续轮回，你给这个轮回加料，无底。如果你的心有真，你说不同意，所以这个恶毒的生死的循环，你就不断的加料加油，你又死又生，又死又生。如果你如是，永远都证不了四果阿罗汉，不要来我这里。我希望你消失，你永远都证不了四果阿罗汉。
Never. 永远证不了。有没有其他人？这个很重要的。Daniel 说，你为那个人祈祷，然后就走开。为他祈祷，走开，也可以，可以，可以。What happened? It says, yes, righ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Who did that? Not me. What's happening? I don't know. I found over time it's very helpful to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that person on something very simple. What a nice day it is today. Oh, I saw that show that you talked about. Even if you don't like the person, what? So why? I don't know. Align on them. Well, and not have a contentious it's not me. Atmosphere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interaction. You don't have to run away. You can say nothing, too. You can just smile. Who is that? Finding something in common is not very Go Forest. Valuable Xianjie. Can you please contact Go Forest? Have a look. This is real, folks. It's not theory. Okay? I really love the question. This is Go Forest. Could you please tell them to take down? Go Forest, keep flashing that. Passion, compassion, and patience. Okay? That works. It's Go Forest. It's Go Forest, not us. Variable Xian just contacting them. Why is she so quiet? She's so quiet. Can't hear you. Too quiet. I'm bumping on Unity. I did.Disappear now. Hello. Okay. I'm sorry. So, Master Hui Neng, why? 师傅，慧能大师。当他跟智长，师傅说，他看到空。这是如如不动。他说慧能大师纠正他。如同是蓝天，当你看到空的时候，好像是蓝天。看到蓝天的时候，闪电就不再是蓝天。
当你的心不再想这个恶的时候，就不再是空。So before you give rise to any thought, your mind is empty like that. 所以当你起任何的念， you don't follow the mind go up and down. 你不追随你的心呢，上上下下，就不会卡在生死上。这是真正的蓝天。这并不是他认为的蓝天。好问题。我听到很多的问题。我会为他做任何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不断的吵吵吵。听上去是不是很熟悉？我爱，但是我又在不断的反对，不断的争，让我非常的不幸。那么他是。那么他狂躁，也没帮到，那就情况就更糟，那怎么办？怎么办？你看我，你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是，在拖时间，拖到九点半，所以整个星期下都在讲。你要听什么？你来决定。先前我们讲一果阿罗汉，他们来回七次可以证得四果。我知道一个同修死了不要碰，是不要碰。他说我妈妈死的时候直接烧了就搞定，妈妈不修行，但是她很高兴。她跟不同的人说呢，又回到我们家里，说我很好，我很好。我们不相信。更多的人来呢，说，我没事，不用担心。我现在是阿罗汉，但是妈妈一生都没修行。那我就想呢，这是。他一定是一个出果阿罗汉，第七次回来。第二个呢？孙子兵法，如果你没办法，你就跑掉回去打坐，辟谷，继续努力，再练更多的肌肉。你有更大的肌肉，回去再继续努力。小秤，母亲的问题。Push past the point of despair. You know, when you're with your mother like that. 你这样子和你妈妈在一起，她让你的感受。你就合掌令欢喜，中国人，你最后的机会。中文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一个暗示，英文不明显，我没看出来，压力真大。我可不可以今晚不做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今晚这么难做人？你可以不做共产党。我要分享一个个人的故事。我总是很难跟我爸爸讲话，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我不会发作，但是我会觉得不舒服。我过去几天辟谷，我昨天跟我父母打电话，我更平静的跟他们讲话几天，四天，只是看看。我可以看到他们说的话对我毫无意义，但是令我烦恼的是，我想要处理这些话，但这些话呢，实在是没什么意义。我可以看到自己呢，就往下，不注意他们的话和话中带的情绪，帮我呢通过这个对话之后，我也不觉得很糟糕，也没有让我的父母觉得很糟糕，没有说那些话。我觉得是一个能力，我们可以培养来看看着，可以超越这个话本身，这样子呢就可以超越背后的情绪。很好。Daniel says, pray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overcome hardship. 祈祷是超越困难的最重要的方法。每次我在家或工作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都要祈祷，听天主教的音乐，就给我清晰。有谁要做天主教徒呢？可以在这儿签名。我们不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你们要到其他方面，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可以。我们会受伤。师父你说跟小陈跑掉，但是我个人的经历很个人的。我站在那里，如果我不说话，我妈妈会更生气，更不开心。过去发生过，我哥哥不要等，就把他卡掉。那我怎么办？如果我跑掉是小陈，我站在那里，他更情绪化，怎么？如果我跑掉，他就没人，没有火，没有油，继续加。It's a good question. 好问题。And I'm trying to find a sage. 我想找个圣贤，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说？我想呢，也许甘地，或者 Christopher Columbus，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的答案是，有的事情呢，就是没办法。好了。我发现一个小秘密，谢谢师父。
有时候道场呢给我们牌位小的临时的牌位，开始呢我先给父母，给我认识的人，然后我在工作呢，有人呢就跟我吵，让我呢很难受，那么很难呢不跟他吵，那么呢我就把这个牌位呢就给他。一个星期以后，这个人呢对我好了，好像呢是个开关，这是不可想象。Excellent. 很好。Okay. Low Forest, thank you for holding. 精灵寺。Speak up a little bit. 请大声讲。有人跟我不同意或者吵，我希望他们呢过一天好好好日，我希望他们一天好。妈妈的情况呢，昨天的讲课就答案就在那里。 OK. Are you still fasting? How come we can't barely hear you? 为什么我听不到你讲话？你还在辟谷吗？是的，我快死了。我让我来告诉你，我怎么想。如果我昏过去，不是我的错，我过错。Okay, you all are right. 你们都对。What I want to do, I'm sorry. 我要做的是时间到了。我想很快的跟你指出来。The key word here.关键字呢在这里，指这个字。问题起是因为你指。指这里呢是抓着的意思。抓呢是你坚持。如果你坚持，我坚持。你看中文是多么的美妙。如果你坚持真的，就伤害自己。并不是说他们错或者你错，但是你坚持这个事实就是不对。好美，非常的美。你想一想，我们有一个星期可以想一想，下一次再继续讲，是不是很棒？你坚持，坚持要吵，你坚持要逆，你不对。You sit there and say, "You are so wrong." 你坐在那里说，你真的很错。I don't care what you say. You're wrong. 我不管你怎么讲，你都不对。You insist on that. 如果你坚持，那你就入生死。Yes, go ahead, Green. Full circle. Yeah, go ahead. I can multi-process. 我可以同时处理。你可以继续。就是指你不要坚持。你坚持这个念，不要听。不是你。
not you. 不是你。Stay away from me. That's not you. 不要到我身边来。不是你，不要讲出来。Understand? 懂吗？ It's not you. 不是你。There's so many cases where they, what if they're wrong? 很多情况下 yes, 他们是错的怎么办？ What do you do? This is the problem. 他们错你怎么办？ So、wrong. 他们错。What do you do? 怎么办？ It's just okay. 也没关系，接受他们。不要坚持他们错。That's all the major I'm saying. 祖师只是这么说，即使他们错了。Okay.Don't insist they're wrong. 不要坚持说他们不对，不要坚持吵。That's all. 就仅此而已。他并没有说 you should be wrong or 你要对怎么样。他说不要坚持。他们错了也好。Accord. Follow along. 就继续。Suffer with them. Get in trouble with them.跟他们一起找麻烦，但是不要坚持跟他们争。你要用我的方法做，不要如是做。因为我知道你会受伤，不要坚持，让他们受伤。这是我们。我们不用对，我们不是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我们要做的只是不坚持不争而已。这是大乘。你就大乘，你出去说我是大乘，我是对，你是错的。我是大乘，你是小乘，你错了。不是的，我们不坚持。这是精神，这个教导的精神就在这里。我知道我们有智慧，我们知道我们有答案，但是我们不坚持。是不是很美？这是个优越的人，知道他们知道自己好对，但是他们不坚持。I'm not going to butt heads with you. I wait. I will yield to you. 我会。Okay. 我会让步。I give up. 但并不是说我放弃。I play along with you. I'm waiting. I'm waiting. 我跟你一起玩，我等等等等那个时刻，我们可以交流的时刻。The words of wisdom. 这个你可以接受智慧的话语。我们不争，懂吗？没有争，没有吵。我知道你错，我知道你错的离谱，但我也不坚持说你错，错的离谱。我不坚持我对你错，都可以。你这样子做就好。在麦当劳，帮到吗？不是说对错，是。不坚持，真是太美了。所以我坚持你们先生跟太太这样子做，不要坚持。即使他们错得离谱，你也不要坚持。我们有智慧。Sarah 说呢，会有那一天。Anyone else? Master, you don't insist. I didn't call on you. 我没叫你说。But you insisted. 但是你坚持。请讲。师父，你什么都不讲，不吵。让那个人讲错，那个人做了，做错了，我搞砸了。他回来叫，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害我做错。
你们为我说我们今天要讨论，还是我们无视这个间谍二号？如果你们要无视呢，我不会坚持。我最近刚刚学的。你的决定，你来做决定。你来决定。Up to you. 随便你。Go ahead, abuse me. 你来。欺负我，侮辱我。Go ahead, hurt yourself. 伤害你自己，不要这样子说。That's all. 仅此而已。And then she says, what if?他说妈妈回来说你干嘛不早说，那你怎么办？我试过了，我试过了。你不听，那你怎么办？如果你坚持，将来我会制止你，可以吗？你是 First you say, I don't insist. Okay? Mom says, why didn't you insist? I said, okay, in future, I will insist. You see? You don't insist. 你不坚持。It's called insisting and yet not insisting. Or 这个叫坚持又不坚持。Yet insisting. 不坚持又坚持。我喜欢这个。就值这个字，不要坚持，不要卡，不要坚持。我们就可以互爱，生活在和平。啊，和谐当中，哈利路亚，阿门。是不是很美？谁说佛教徒不是天主教徒？我们早就是天主教徒了，所以我们才做佛教徒。谢谢大家。Tonight, after I have it.